为了要迎接哦，在六月底开放的旅客自由行，不少店头甲官方的网站，即马拢有简体字伫咧写。总统马英九昨昏已经公开做出政策的指示，要求所有官方的文件网站拢啊以简体字为主。会知啊，行政院高敦义嘛讲哦，不管是繁体字、汉字等等，正式拢号做简体字，不应该过度简化，失去中华文化精神。法国表演为第七届全球华人网络教育研讨会来做开播。行政院长吴敦义表示，华文是目前全世界使用上界普遍、上界有意义的文字。中文或者华文或者汉字，它就具有很特殊的意义。如果给它过度的简化，常常就不是本来的面目，而且丧失原来这个华文的精华。台湾传承中华文化，而且融合全世界各地华语文的精华，应该就要好好珍惜甲发扬光大。为着说明正推字的深刻意义，我敦义个当场来说本改字。你看那个忍耐的人啊，在一个心上头放一把刃啊，就是心如刀割啊，但是还要忍下来啊，这个就是忍耐的意义。为了迎接中国客自由行，真侪商店拢调工将这看板，或者是商品的说明甲菜单，拢换做是简体字。总统府甲行政院拢表示，希望讲官方的物件以简体字为主，嘛希望讲商店卖调工来使用简体字。记者综合报道。